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alker， 手机飞人外挂看 Walker， 手机飞人外挂的 LINE 群组还有 FB 已经开放了哦，欢迎大家多多加入讨论哦。另外跟大家提醒 ，Walker 的虾皮卖场图案是这样子的哦，请勿认错，会被诈骗。谢谢大家。今天来跟大家看这个最新的 iOS 17.1.1 哦，我们用魅影来修改它的定位到全世界，然后让你在魔物猎人还有宝可梦都可以到处去玩哦。为什么说修改定位到全世界呢？因为它就是一个手机定位修改器，把手机定位修改好了，那自然你 APP 登录都是在那个地方哦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用最标准的操作方式让魅影修改手机定位到全世界哦。首先第一步，开启飞行模式。开启飞行模式。第二步呢是连上家里的 WiFi 哦，是连 WiFi。开启飞行模式是挡掉行动网络传给你的真实定位讯号。那开启 WiFi， 再来用我们的 VPN 这里打开，这里按连线，好，已连线。那这个 VPN 的设定就在另外一篇教了齁，这边就是打开就好了。那你今天不玩了，你就把它关起来，一切恢复正常。来看一下 VPN 打开之后哦，你的一些苹果的那个服务就会失效。你看，不能连 App Store， 不能连 App Store。好，那 App Store 这个有没有？这样才是正确的哦。如果你还可以连，那就是 VPN 设定错误。好，这是检查啦齁、哦。好，然后呢再来我们就连我们的魅影设定。好，这个蓝牙。魅影打开，这是正确连线方式齁、哦。魅影这个打开会闪蓝灯哦。如果你是闪绿灯，那麻烦你把它改回蓝灯。啊，详细操作方式也很简单，就再问我就好了。这里是蓝灯。好，然后你会发现 BT 这个，这个是魅影的代号。已连线，回到上一页，进入魅影的 APP。好，这里还要连一次哦。这里蓝牙点它，好，连线。好啦，我们这样连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我想要可以去这个日本，连接到日本，移动到这里。好，然后做一个动作哈、哦，设定，然后隐私权。定位服务这里关闭，关闭三秒钟，好，然后打开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到这一段呢之后，你的魅影就会通通听你的控制哦。哦，你之后就是使用魅影之前，你可能前面再做一下这个步骤，就是之后你就很熟练了，很简单呐、啊，开关而已。好，然后我们回到宝可梦吗？刚飞日本，我们就先看宝可梦。大家记得哦，这都是走路游戏 哦，所以你飞太快什么的，飞太快，或是就是飞太快啦，厂商就会抓你哦，齁，就是不让你玩就对了，你会没办法抓到宝可梦。来，首先来看一下这里是哪里，哦，用这个刚抓好了，这里站牌。有没有日本 哦，这个应该是这个是日本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另外一个牌子。OK， 这里是明治神宫前面参宫桥站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打开地图 Google Map， 有没有在日本？在日本。好，那我们打开魔物猎人。那大家要小心呢，这个时候这个猫呢已经会替你动作了、哦、所以它踩了之后你原点就会在日本哦。那等一下我们飞到其他国家你就不能采矿了，记得哦，这是走路游戏。 OK， 要打一只大怪给大家看吗？好，过远了，没有关系。那我可以用摇杆走路哦，来，地图对到正北方。好，我们用摇杆走路。这个速度太慢了，我们调整一下哦。
这里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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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。好，回到地图。动啦！冲太快了，爆冲了，爆冲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打大怪，单人狩猎开始。因为刚刚冲太快了，所以我们就再一遍吧。啊，这个状况就是我刚刚已经先登录了，我已经在台湾玩过了。所以我飞到这边来，我要冷却，好吗？对不起哦，失误，一个失误。来，那我们飞回台湾好了，我飞回我原本在的地方。啊，你看我改定位回去哦。好，我回来这里好了，我很激动。啊，你看球球跳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我的魔物猎人。这里，啊，我们打大怪，我们就不打小怪了。来打大怪就可以哦，保证可以啊，因为这是我原点啊。好，闪了，就这样吧。Oh my god， 不打啦，跟大家展示一下就好了。OK。那接下来我们要飞去哪里呢？可以飞一个香港，香港，我最喜欢的维多利亚港。来，魔物脸就会飞过去哦。其实这样展示跨国跳来跳去没什么意思啦，除非你用 ABA 那种危险的方式到处打啊，不然其实对你而言，你在香港的用户、香港的朋友。你就是香港到处跳来跳去，等于就是方便你走动，你不需要出去打怪。那台湾跟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是一样的哦。哦，你跳个太跨国，这样一下子跨国是没意义的啦。除非你要一直用 ABA 的方法，不用冷却，但是呢有可能会被锁账号哦，不建议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宝可梦在哪里哦。啊，那个 Google Map 是不是又跳去香港了嘞？按这个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我们跳到香港，然后宝可梦，等他一下哦，网路慢。出现啦，啊，跳出来了，在香港咯，找一个香港的站。Anyway， 啊 ，HK Science Museum， 香港到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飞一个吧。其实这样应该够了吧？厉害，大家应该都看得懂，这个就是可以随便改定位。那我们飞到英国，移到那这里，有没有？你看到球球？内隐 APP 的球球跳过来就表示真的过来了哦。好，那我回到 Google Map 给你看一下，有没有在英国了？大英博物馆，你看到大英博物馆。好，那我们的魔物猎人也会跳去大英博物馆。其实这是定位修改器，这跟游戏没有关系，你都用原版的在玩。那当然跳过来采矿，你看他一定会说拜拜，离跑走了，有没有离开这里了？有没有飞太快啦？怎么可能一下子从台湾又跳到香港，又跳到英国嘞？所以他电那个什么游戏公司就侦测到你乱飞，就不跟你玩。那宝可梦也是，但宝可梦我都没有动，我跟他们都没有动。然后魔物脸是因为有这一只猫一直搞怪，你去哪里他就先帮你抓了，所以你就通常建议你是先改好定位，然后你再开魔物猎人。OK， 那宝可梦我也是跳过来了。好，这是英国。那 Google Map 英国。好，那用完了，我们今天不用了，很简单，这个就关掉嘛。
Apple 就恢复了， Apple 的那个服务就恢复了，有没有就可以用了？然后 Apple Store 再试一次，有没有就可以啦？一切恢复正常 ，OK。那魅影就直接关掉就好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可能说你说啊，我怎么恢复那个定位啊？就请你去室外哦，因为它现在那个定位是被清空的哦，而且室内定位讯号比较弱，所以你去室外，它就马上恢复了。OK， 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啦、啊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就欢迎多多询问喽。大家都会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用行动网络啊？再跟大家说一遍哦。行动网络会提供你的真实定位讯号，哦，那 WiFi 也会，可是你的魅影是假的啊！啊，你一个人要跟他们另外两个人打架，不是很难吗？那我们人可以做的就是把他们两个消灭了，剩下魅影，这样你就可以好好作业喽。嗯，就介绍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